刚站在青春的起跑线，有的人已走远，挥挥手我们相约在终点前。同样看过春夏秋冬的眼，同样盼你的脸，只是中间隔了几十年，相看两不厌。这不能停下的脚步，配合这一分钟六十秒的速度，这不曾停下的心跳啊，在人生起伏中共度，被岁月拉长的孤独，感谢你默默的付出。人生啊，我们都是初来乍到的一生，感情啊，我们都是一直拦截的好梦，家人啊，我们都是义无反顾的簇拥，幸福啊，我们都是抱团取暖在风中。走，当志愿者去。可别激动。嗯，这就是给您二位体验一下生活，不真让您干什么。那小梅，这慧姐走了以后啊，我们大家都想帮着你一点儿。谢谢您二位不给我添乱，就是最大的分担了。千万记住了，别去什么背老太太扶老爷爷的，先看看自己个儿的年纪。年纪怎么了？我们是七十多了，可胳膊腿没毛病啊，照样能伺候八十多九十多的老头老太太。哎，走吧，走。哎呦，郭奶奶来看您了。哦哦，这个呀是我们阳光之家的葛爷爷，他以后会经常跟我一起来看您。哦，谢谢谢谢。这是我们养老院给您送的礼物，我给您放桌子上了。哦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哎，您都九十多了，那您也七十过了。对，谢谢。哎呦，您真好，是你。谢谢李乐啊。嗯，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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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以后我会经常来跟您聊天儿。哎呦，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妈妈，这好人一个，好人一个，好人一个，好人一个。嗯，平常就这娘俩在一块儿生活，这是咱们养老院的重点帮持对象。七十多的儿子伺候九十多的妈呀。郭奶奶，您真有福气。谢谢谢谢谢谢谢。我想我妈了。这倒听得少，和
很少听您提您母亲啊。我跟我妈六十多年没联系。哎呦，你母亲还在呢。我十一岁那年，我爸工伤死了，我妈带着我弟弟和妹妹改嫁回老家了，把我一个人扔给我爷爷。那您这是跟三爽一样，小时候是爷爷带大的了，后来就再没联系过了。我妈给我寄过钱，寄过衣裳，我没要。我那时候恨我妈。您说娘俩这有什么恨不恨的呀？多大仇啊！嗨，想啊，就打个电话。我妹妹前几年给过我一电话，不知道能不能打通。那就试试呗。我妈也九十多了。打呀。不知道能不能拨通啊。那也试试嘛。喂，你是谁呀？啊，喂，这是葛新家吗？您是谁呀？你是谁呀？像是我妈。你，我是大白。您怎么挂了？您是？我小名叫大白，我生下来八斤多，是个大白小子，我爷爷就管我叫大白，后来我弟弟叫二白，我妹妹叫小白。喂，你是谁呀？哎，你是谁呀？我是隔壁的彤彤，奶奶让我问你是谁呀。哦，那你跟那奶奶说呀，我是她儿子。你妈妈问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我想你了。想我干什么呀？我不是想你，我想我妈。你妈妈说天天见面有什么可想的？当您是二白了。你跟奶奶说我是大白。大白？妈，我是大白呀。妈，您听见了吗？我想您了吗？我挺好的，啊，我就是想您，我。院长，我爸犟起来真是没办法，也只有你能劝得住他了。他是想一出是一出啊，就前几天打电话，非闹着要回老家。好，回老家也行，但他说要去找我那个奶奶。他们俩六十多年没联系了，我也打小没见过他。再说了，我爸多大年纪了，他还住养老院呢，怎么照顾他？不开玩笑吗？估计啊，是前几天给他妈打电话闹的。人嘛，谁没个妈呢？总会想的，这个我也理解，
虽然我那个奶奶她从小没养过我爸，那可能我爸也想尽尽孝心，但是我总不能把她接回来吧。再说了，90多岁的人了，怎么出门了？小妹，小妹，院里边来了个老阿姨。哪个阿姨呀？啊，你反正我看着人家年龄挺大的，我得给她叫阿姨。您都得叫阿姨啊？嗯，说是来找那个找他儿子来了。围着一老太太刚住进来的，我这岁数可不小了。不小了，你想想吧，咱俩这个岁数的年龄给人家叫阿姨，哈。你现在多大岁数了？哎，我听说这老太太说来找他儿子来了，不是住进来的呀？啊，说他儿子叫什么什么大白，这不知道是谁。您认识我？我好，我认识，我是大白。你就是大白，我是大白。妈，大白，妈，您怎么来了？妈，来看你啊。妈，你看我来了，我不小，我应该看您的吧。想你呀，妈，我也想您呐，妈。不高兴，阿姨来看你，你要高兴点儿，你要高兴才对呀。我高兴，我高兴啊，阿姨啊。你身体真好，一看就是个长命百岁的人。我妈今年99。妈，妈，这都是我们的老伙伴儿，您看看，这个老杨、老黄，这是咱们护工，这几个老姐姐对我可好了。哎呦，你们好。这是爱迪生。你好。这是谁来了？这是我妈。这是贵婆婆，妈妈，哎，你来干什么呀？看我呀，看儿子。妈妈，看儿子。对，这是贝多芬，这是小王，咱们护工。这是我妈。看儿子。老杨，老王，老李。好好。我是个不孝的儿子。我60多年没见我妈了。就是，这人呐，我到了什么年纪，有妈真好啊！这有妈就有家。走，我们先进屋，二白和小白也陪我来看你了。妈妈看儿子，妈妈看儿子，妈妈看儿子，妈妈看儿子。怎么走啊？
样？外面好冷啊！外面好冷啊！你怎么来了？妈来看儿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妈来看儿子。我是说，你怎么找到这儿了？我坐了9趟公交车，我问了200多个人，我走了10000多步，我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我才找到的。吃饭了吗？在哪儿吃的？没什么菜了，我去给你下碗面条吧。这是狗仔，狗仔，狗仔，奶奶来看你来了，狗仔。实在是抱歉，我们也找了他一晚上了。别说对不起了，今天我听得够多的了。那你说，
他既没带手机也没带钱的，离养老院还这么远，他能找过来我们也挺费解的。今天晚上就让他睡这儿吧，明早我送他回养老院。就是不知道明早醒来还记不记得今天的事情。那我先回去了。院长，我以后会去看他的。有妈在，不管活了500年还是1000年，都还可以是个孩子。妈，这是小妹院长给您拿过来的新被窝，哦，您摸摸多软和啊！哟，真是软，好啊。哎，我给您叠好了啊。好。您呢，就睡我这个大床。哦。我呢，睡这沙发床。哎呦。咱娘俩住一屋，我伺候您。哎呦，我真是，哎呀，您身体真好，不吃药，您看我还得吃药。哎呀，哎呦，血压高，哦，血糖也高，牛，我呀。老了，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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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头发白了，哎呦，是啊，妈，我老了。哦，有妈在就不老。哎呦，小时候没照顾你啊，现在啊，我来照顾照顾你啊。妈。哎，妈，我不孝啊！哎呦，我不孝啊，妈！哎呦，我不孝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妈。我，你看，我，你看，五道枪，五道枪，五道枪，哎呦，吃不散，吃不散，接不散，接不散。一个，不要，两个，不要，三个，不要。不要！老，这四个儿啊，可以一块儿出，扎他们。我要吓吓他们，逗他们玩呢。对，你看，有点有点。哎呦，还输了，输了，输了，是王炸，王炸，王炸，王炸。哎呀，输完了，全是你的了，阿姨，全是你的，阿姨，你看，杭州，就跑你这里了。这赢这么多零食吃不了味儿，老乡们。我给儿子
来。哎呦！哎呦！妈！妹妹。妈，那是茶叶。妈，那是烟。那不，哎呦，妈，走，您一点都不留啊！我藏得这么严，您怎么知道的呀？我就知道你抽烟喝酒，就是不好。拿走，听妈妈的话吧。嗯，对，我不抽不喝，我上婚姻介绍所。你呀，这些抽烟喝酒就是对身体不好啊！哎呦，我不喝了，不喝了，我也不抽了，不抽了。对啊，就我喝水，可以。哎呀，可以。你要多吃一点青菜啊！哎，青菜对身体好啊。妈，我不爱吃青菜。哎呦，青菜就是对身体好，所以你要多吃一点哦。妈，我都这么大了，该吃什么我知道，您别管我。哎呦，这是青菜可好了。我笑什么呀？妈，您在这儿还习惯吗？习惯，我就是想着你呀、啊。我就看到你我就高兴。我听说您在小妹那儿也种了一块自留地。对，我还带了点给你吃的。哎呦妈，您种的那些老玉米还有瓜都熟了，您想不想回去收瓜收玉米，我陪您去呀？不回去了，坐这坐这陪你，我就陪你了。我很喜欢这儿啊。哎，我就是这个挺好。哟，老侯，你干嘛呀？是，阿姨，哎，我给你那个搭个瓜棚去。哦，谢谢你呀，好极了。这些人真好，还给我们搭这个瓜棚啊。老侯是个热心人，就是人好。你好，伦伦也好，大家好，就开心了。是是，哎，娘娘，听说你们这儿有专门针对那个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的那个什么场景接护？哎，对对对对，场景接护。这就是一种角色扮演，介入老人最熟悉的场景和角色，这样方便更有效的去做老人的情绪疏通。但我们只提供日间照料。那就好。我父亲啊是美院的老师，现在啊其他什么事儿都不记得，就记得自己是个老师。叶老师，现在才来上课，有点堵车。下次再迟到的话，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上课了。对不起啊。上一节课我们教的透视法，你还记得吗？记得的。你先画一个给我看一下。画的不错，是个好学生。老师教的好。我在美院已经待了几十年了，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人。你是怎么考上来的？啊，这不错呀，他让我来。为人师，我有责任。
你再笨，我也要让你枯木逢春。哎呀，从今天开始，你每天画12个小时，直到我满意为止。那不学了，不能半途而废。看着他们呀，就不怕了。岁数大啊，比我们这些个年轻人有活力多了。那是啊，你们年轻人啊，现在事儿太多，太复杂，累。我们上了岁数就一个字儿乐。冬瓜出两个。哎呦，你看你这姿势，显得比我这岁数都大。哎呦，这人的事儿真难说呀。哎。我忘了是谁说的，人活在世上，懂人事的不多，把人事弄懂的更少。真要把人事都弄明白了，也许就到了生命的尽头。郭山哲，我怎么觉得一不留神我成了哲学家了？人事弄明白是，哎，真有点哲理，你琢磨琢磨。嗯，啊，不高兴，你还玩不玩？哎，我来了。哎，该谁了？该谁了？啊，该谁了？深深潜入海底，全世界深呼吸，在等你开口唱爱的第一句。
什么呢？看种子发芽。这种子发芽能看见吗？时间久了就能看见。看什么呢？看种子发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寓言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一百岁幼儿园》。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妖怪聚居的村子，叫做阳光村。村里修行了整整100年的小妖们，终于迎来了他们的成年礼。阳光村的大长老宣布了一项修行以来最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开设一家幼儿园。这家幼儿园会照顾世界上活了成千上万年之后又变得像小孩一样千奇百怪的老妖们。小妖们开心地接受了这个任务，都说这真是最酷的成年礼任务。村里的老妖们看着小妖们积极准备，满心期待。小妖们踊跃准备，召集了所有的伙伴和山中的精灵们，共同搭建心中这美好的家园。然而任务推进缓慢，难度大大超越了小妖们的想象。村里的老妖们决定帮助小妖们一起来完成。他们在欢声笑语中冲破了一层又一层的艰难险阻，这所特别的幼儿园才终于在洒满阳光的山上开了起来。幼儿园里那些活了很多年很多年的老妖们什么都看得见，他们看见了太多次的日出日落，看见了太多的悲欢离合，还看见了他们这辈子经历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第一次睁开眼看到妈妈，第一次奔跑，第一次摔倒，第一次哭，第一次笑，第一次看见花开，第一次仰望星空，第一次小心翼翼地牵着恋人的手。他们还看见了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和妈妈说再见。最后一次给老伴儿做晚餐。最后一次独立上厕所。最后一次靠自己的双脚行走。
总是不嫌弃我笨，一遍遍的教我，直到夕阳时分。算一算，你曾陪我的时间是很多年，而我陪你的时间每年只有那几天。想一想，我们去上了一朵很久未改变，从不舍到疏远，牵挂被分割成碎片，才发现你的耳朵已经渐渐听不见，而我的记忆还停在你年轻时的脸。翻一翻错过的那些年，才恍然发现身边陪伴是回忆的终点，才发现你。